本节目由上海丢垃圾协会赞助播出。哎，侬晓得白头鹅哪能躲吧？告诉侬只办法，就是把白头鹅吃下去。喂，妈妈。哎。哎，我问问侬情况呀。啊，侬讲呀。上海丢垃圾哪能样？侬说我不晓得，我不大懂啊。侬没倒过垃圾啊？啊，我阿拉还没实行呢。没实行啊？阿拉小区没，其他地方实行嘞。再过马路洞，一只只侪摆好个，管死个。阿拉搭呢，还没三只摆了该，就讲垃圾就讲摆下去，伊拉会得自家分个。自家会得分个咯。伊拉分。搿。自己网上讲啥发钞票啥么子，发几块行钿要出脱。有的不是，是人家其他地方，洞摆好了，咱不一个，根本就不是。阿拉一带没实情。啊是吧？有的人讲就是讲就是啥，拿了自家垃圾跑到外地去丢。这是开玩笑的。哦。你到外地去想得出，还好，没有。那侬准备开始现在习惯分垃圾不啦？阿拉强制执行，强制执行么就分了。我就弄两只袋袋，一只用么干的，啊么干的就菜的、白的、湿的，就两只袋袋么好了，有啥？有么啥大垃圾咯？哎，那么倒垃圾有辰光分伐？就比如讲早浪向是倒啥，或者一天倒啥？阿拉现在没执行，哪能人家分啊？阿拉再过小区分哦，一只只洞侪关牢的。没啥人读的，伊封好的。我担心㑚这是不是发钞票发来几块？忙啊，假的，一千块，50块。哦，50块。那。过马路闯红灯。50块。嗯。坐了。哦。哎，多少些？俺那搿搭么侬，那侬讲侬认得的搿种，比如讲阿姨啊啥地方，就是执行了没啦？没，哎，两个楼有得搿种做好弄好，搿么侬到辰光回到两个楼去。然后来了，做那只垃圾，开只垃圾桶，搿种红颜六色的做好，下趟搿搭勿管了，阿拉到辰光就管到搿面去了。哦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是垃圾，是垃圾，大家一起分垃圾。今朝是七月五号，礼拜五，搿是我住的地方的垃圾分类规则。礼拜四读纸头，礼拜三读平头、读罐头，礼拜两跟礼拜五读生活垃圾。每个月第一跟第三个礼拜的礼拜六收回收垃圾。今朝是礼拜五啊，读屋里向的生活垃圾，就搿能介读了马路口就可以了。今朝是礼拜两啊，总算又好读垃圾了。搿包垃圾从礼拜六扛到礼拜两啊，真的是难过了要死。一般来讲，读垃圾呢，侪是第前一天夜里向读，第二天早浪向伊拉八点钟就过来收了。我是爬不起来，所以讲肯定是第前一天夜里向去读的。今朝是礼拜三，到屋里向平头，搿平头已经是扛了屋里向大概两三礼拜了吧。上个礼拜忘记读了，收平头嘛就搿只样子，日本人嘛侪会得分好的啊，罐头、平头、玻璃平头。搿张纸嘛就是我有一趟啊，提前两天去倒垃圾啊，本来是礼拜两收垃圾，我礼拜天夜里向就去倒了。搿生活垃圾呢扛了屋里向太臭了，没想到第二天早浪向呢就塞拨我一张纸头啊，垃圾是没还拨我，但是呢塞了张纸头拨我。重点呢，就是侬如果瞎倒垃圾呢，肯定有港边子会得翻垃圾，后头寻到侬的。所以讲，大家还是好好教导垃圾啊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，拜了个拜。我的女朋友来不来？女朋友嘛，就。